希望呢，你们拿到执行装备呢，都可以继续为我们的村民李明服务。我们看着中间前面的摄影机，我们想问一下亮哥，最近有关系要实施，因为我们想问说有没有跟吗？一定会问了，没有了，有没有联？没有跟他联络啦，这种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对啦，但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吧。那觉得有需要对他喊话什么？喊什么话？我们能够说什么？就是做如果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做错的事情，错就是错了嘛。那我的看法这样子，那做错事的当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对。那他有关有去关心吗？没有啦，我这个时间不会去打扰他啦。那应该的关心我当然还是会有啦，但是就是不打扰他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有人关心你吗？关心我干什么？我很关心你，没有，他们很关心我。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先关心他，对，都先开房门。那个还在，还在，哎、欸，